点的养乐多来了。露营好玩吗？好玩啊、哦。这边有溜滑梯，还有闯关游戏，还有百万夜景。但是现在是晚，现在是早上，没有夜景，有风景。哇，好美啊！大家你好，我今天来到美丽的凯露营区，我来的是绿野仙草地。来继续介绍。然后昨天有八活的，今天也有对不对？对，今天很简单，没有今天的八关很简单啊、哦。然后晚上还可以放什么？晚上有什么可以看？烟火。好，先生，然后你看他，他看你。讲到你们在大树下，这样很可爱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跟你们说，你们在大树下摆 pose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耶！看我摆好，要看我，来看我，耶！眼睛在大笑哦，哎。你再讲一次，你去叫爸爸，你说爸爸。爸爸，黄哥哥要开始了。爸爸什么活动？亲亲抱抱吗？什么活动？不知道什么活动。不知道的活动。对，很少啊啊！我们早上要早八关哦。早安。早安。早安。吃薯条哦啊！要加油哦啊！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啊，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八关，总共有哪八关啊？第一关是101大楼，16层、4层、4层，有手放开，没有倒台算过关。第一关是最卡关的，但是也有小朋友很厉害，一下就过关了。啊，这个学生要用橡皮筋啊，第四关小朋友啊，小学生用橡皮筋啊，大人用这个还用那个啊，第三，加油加油。加油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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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没搞，这样子动了就停了啊！在说话线。